一场浪漫的婚礼是每个女孩子的梦想，飘逸的婚纱，娇艳的鲜花，衬托出的是她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而我就是一个帮助她们圆梦的造梦者。Hello, how are you?我1988年出生于安徽的一个小的城市，2011年来的澳洲。来到澳洲之后，正好碰到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朋友的就是鲜花店在出售，所以那个时候就把鲜花店就是盘了下来。I thought it's the same as the florage, have to take the whole basket. So when is it going to be? Don't know. Not sure. No idea. Where's your car?In the back. I'll get in the car first. 然后之后因为本身就有这个想法要去做婚庆这一块，然后2013年开始了婚庆公司的就是运行。我们婚礼店是叫 Sense of Love， 然后鲜花店是叫 Sense of Occasion。我们鲜花店其实主要是以零售为主，那当然也会去支持到我们在就是在市中心的这个婚纱店的一些婚礼布置方面，特别是到需要用到花的时候。周六订可能不太来得及哦，所以最好稍微早一点，可能周五，至少要周五订，因为我们要去帮你要材料什么的。可以，没问题。其实创业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啊。我其实是最开始有合作伙伴，然后到后来就是因为很多的意见上的分歧，包括很多观念上的不同，有我的问题，有对方的问题，那大家觉得说不是那么合适，所以最后没有再继续进行合作。当我朋友离开这个生意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特别是对于像我这样子来去操作，比如说婚纱店这样子来说，一个男生很难去，比如说在很运行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困难，因为比如说客人需要去换衣服，你没有办法去帮客人去换衣服，所以你必须需要一个女生去在店里去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困难来的时候或者挑战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一个来的，它是几个一起涌过来的。那个时候我们也遇到了很多财务方面的一些困难。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其实会比较会选择就是自己一个人待着独处，然后重新去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找到新的方法，然后再重新往下去走。像最开始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比如说穿婚纱里面女生要穿什么样的内衣，到后来去了解 new bra， 然后不同的 size， 然后包括帮助客人去挑去选，还要去教他们怎么去使用这些东西，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我们平时其实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我们是做婚庆策划比较多，那婚庆策划主要是帮助客人去设计他们的婚礼，布置场地，对，刚刚安排婚礼里面的细节。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在做婚纱摄影这一块。我们也有一些客人会直接来我们这边租婚纱买婚纱，所以经常会有客人的预约。那这一批就是我们刚从国内订过来的婚纱。非常感谢我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当中遇到的很多的婚礼客人。最有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去年10月份帮客人去办的一场婚礼。其实从准备婚礼到最后举办婚礼，我们只有2周的时间，在这2周的时间之内帮客人去把所有的事情都一点一点的去完成。然后到最后婚礼办下来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其实新郎是喝醉了，然后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要离开的时候，他跟我们就是每一个工作人员拥抱，然后告诉我们就是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这个让我其实觉得最开心的事情不是说就是一个婚礼办得有多大或者多漂亮，而是说让新郎新娘和每个客人他们在婚礼当中体验到了快乐，体验到了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正是因为他们的鼓励，或者说他们对于我们工作的这样的认可，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所有东西都是值得的。梦想就像是一件礼服，
而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让每个人在婚礼上披上自己心中最美丽的礼服。我是一个造梦者，为别人达成梦想，同时也在创造自己的梦想。我在为梦想奋斗着，你们呢？本节目故事、图片、视频等版权内容授权今日悉尼 City Discount 澳大利亚留学网、大洋传媒、 iTicket 我爱票务网联合发布。